姐妹们晚安，晚安，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如果可以的话，我邀请你把你的麦克摄像头打开好不好 ？So that we can see you all。现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看到你们 ，OK？ 让我们看到你，让我们全部每一个人一起同心合意的来敬拜我们的神 ，Amen。Amen。I can't hear you, but say amen. Amen. Amen.你是新生机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新生机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每个音序都是在阿门。我要欢呼，一天一天不停来欢呼，直到夜里的你成像一片片打开。所以我要相信，一天一天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门一去都完全成就成就。如果你旁边有人的话，跟他说愿神的旨意在你生命里面成就。如果没有人，你就对你自己说，神的旨意在我里面成就。来，你是新生机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新生机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在你没有转折的婴儿，每个音序都是在阿门。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夜里的你成像一片片打开。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直到每个大门一去都完全成就。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夜里的你成像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门一去成就。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每一个你成像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一世都完全成就。好吧，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对他说，主啊，我要你有多大我就要多大的开口跟你要。今天晚上愿你丰丰富富的充满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主啊，当我们开口向你献上敬拜的时候，主啊，你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的里面。好吧，我们一起开口跟他要，一二三，主啊，直到夜里的你成像一片片倒塌。
传上帝的应许在我们的当中。再唱一次的时候，我们要向全地宣告，耶和华超乎万神之上的名，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边普天下唱耶和华欢呼歌唱，有能力与华美在他的身颂，耶和华超乎万神之上，I'm so sorry.
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将我们的感谢、将我们的赞美归给我们的神，因为他配得。一二三，主啊主啊，我们和主啊主啊一起拍手祷告。一二三，主啊。进入你的院，主啊，我们要向这个世代来发出我们的欢呼，说耶和华正为我们成就了大事。主啊，我们为第一期来向主献上感谢。主啊，从9月24、27号第一期的第一次祷告会开始，我们看着你一天一天的，主啊，你自己在让第一期在你里面，在你的恩典当中不断的在成长。谢谢主。主啊，你不仅带我们有了开始了有祷告会，你让我们有了主日的崇拜，你让我们有了儿童的儿童的这个主日的敬拜，你让我们有了幼时的主日敬拜。主啊，你让我们有了清晨的祷告会。主啊，你也赐给我们有周五的儿童和幼时的 program。主啊，今天你又把这个全教会的祷告会，底西全教会的这个动力之夜的祷告会赐给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满心感谢赞美你，为你过去41天你在第一期中间所成就的，也在我们个人每个人生命中所成就的。我们真的要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阿门。谢谢主，谢谢主。也愿纳我们今天晚上在你面前这里所献上的敬拜，所献上的感谢，所献上的祷告。主啊，照你所应许我们的，你说在地上有2、3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当中。照你所应许的，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求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阿门。阿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真的很开心能够跟你们一起来参加第一期的第一次动力之夜祷告会。跟你旁边的说，很开心跟你一起来参加动力之夜祷告会。一起来参加动力之夜祷告会。OK。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段小小的一段经文呢，一段经文在《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1章12节到14节。我们在祷告会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用整齐的声音来读这段经文，好吗？这段经文说：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
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胆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都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就一句话说，他们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这段圣经是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的事情。耶稣从死里复活，向门徒们显现。他最后一次向门徒显现是在橄榄山上面。门徒们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不，父所定的时间，没有人知道。但是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当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后耶稣讲完这番话，耶稣就升到天上去了，就一片云彩把他接到天上去了。所以门徒们就举目望天，看着耶稣一点点的升上去，升上去，升上去，就看不见了。这个时候，有一个穿白衣的天使对这些门徒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举目望天呢？耶稣已经升上去了，已经看不见了，你们为什么还在这里举目望天呢？他怎样先升上去，将来有一天他还要怎么样再回来？”然后接下来就是这段经文说，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这是门徒们，他们渴望耶稣复活以后可以带领他们复兴以色列国，但是耶稣却升天离开他们走了，把他们留下来了。然后耶稣要他们在耶路撒冷等。我不知道如果你是门徒，你当时的心情会怎么样？会不会有一点点失落，说为什么主啊，你把我们撇下你就自己走了？会不会有点遗憾，说主啊，你为什么不带着我们一起来复兴以色列国，你把我们留下来？会不会有点迷茫，说我们留下来，我们这十几个人，我们 要做什么？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这群人要怎么办呢？我在想门徒当时他们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他们也许带着一些的失落，带着一些的迷茫，带着一些的遗憾，他们回到他们住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住的地方。但是感谢主的是，他们开始做一件事情。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有一群人，是一个门徒，还有一些的妇人，还有耶稣的母亲、耶稣的弟兄，他们就开始在一起，在他们住的房间里面开始怎么样？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跟我一起说，他们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英文说 They all join together constantly in prayer。这段经文最少告诉我们，耶稣的这些门徒，当时的初代教会的信徒们，他们在耶稣离开以后，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他们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这里讲到第一，他们都祷告。他们这群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中间有耶稣的门徒跟过耶稣的，也有一些是妇女，他们有男有女，有一些跟过耶稣的使徒，有一些只是一般的家庭妇女，有耶稣的母亲，有耶稣的弟兄。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怎么样？都祷告。没有一个人是来看祷告的，没有人是来看别人怎么祷告的，没有人是来听别人怎么祷告的，没有个人是说请你为我祷告，请别人来祷告的，不是。他们怎么样？都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你不是来看我们怎么祷告的，你不是来听我怎么祷告的，你不是来说牧师请你来为我祷告的，你是来什么？你是来祷告的。阿们。阿们。你是和我们一起 join together， 我们一起来祷告的。所以你要怎么样？你要开口来祷告。阿们。阿们。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时代。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把祷告的权柄给了我们。圣经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要蒙恩惠得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在旧约时代，大祭司只有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到施恩座前，一般的普通百姓是进不去的，是没有办法来到施恩座前的。但是神今天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把这样一个随时可以来到施恩座前要蒙会得连续这样的一个恩典给了我们，千万不要浪费了它。所以今天来到这里，你一定要开口怎么样？祷告，来祷告，因为我们都要开口祷告，都要祷告。阿门。第二，他们不仅每个人都开口祷告，而且他们是什么？同心合意祷告。什么叫同心合意祷告？不是你祷告你的，我祷告我的，我把我祷告我自己的事，你祷告你的事情，我们自己各自祷告。不是，他们是怎么样？同心合意祷告。什么意思？他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他们的灵力是相通的，他们关心每个人所关都关心的事情，他们一起为神所关心的事，他们以基督的心为心，一起为神所关心的，神所放在他们里面的负担，同心合意的来祷告。别人祷告的时候，另外一个人说阿们。别人祷告的时候，不是其他人在那里东张西望，不是的，他的灵里头回应他。因为我们同喜于一位圣灵，也同饮于一位圣灵，我们也同被一位圣灵来充满，来感动，来管理，所以我们可以同心合意的来祷告。虽然我们隔很远，虽然你们在你的家，我在这里，你们各自在不同的家，你们在 Zoom 上面，但是圣灵是无所不在的，他可以管理我们的灵，让我们在灵里可以同心合意的来祷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怎么样？同心合意来祷告。马太福音主耶稣允许我们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所以我们今天有一群人在这里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的祷告要如同馨香的祭达到主的面前，被主来悦纳，被主来成全，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阿门。第三，他们讲到他们都同心合意的怎么样？恒切祷告。什么是恒切祷告？恒切，恒讲到他们很久，那个很久，切讲到他们的那个迫切。我不知道你理解不理解讲的那个恒切祷告，也就是你心里那个真实的负担，真实的那个感动，你来到主的面前，你抓住说，主啊主啊主啊，求你听我的祷告。就像当年雅各在亚伯渡口遇见上帝的时候，他抓住上帝说，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怎么样，我就不放你走，你今天不让我遇见你的面，我就不放你走。这就是我们在主面前恒切的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初代教会的时候，信徒们在一起，他们都祷告，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而且他们恒切的祷告。你知道当他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吗？他们120个人在马可楼上祷告，圣灵就降下来，圣灵就在他们中间有极大的工作。彼得就站起来放胆传讲神的话，于是那天就有3000人信主，耶路撒冷教会就是这样开始起来的。我之所以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是因为在EDC开始的时候，我每天心里都在问主一件事情，我说主啊，教会征战建立教会要用什么模式？因为我在神学院上课，老师教给我们教会征战有很多的模式。但是有一天我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圣灵对我说，你去看使徒行传。我就读使徒行传第一章，我读完以后我心里就平安了。因为使徒行传第一章告诉我们，教会增长建立教会只有一个模式，就是初代教会的使徒的模式，那就是有一群人愿意在一起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然后神就要成就他自己的工作。阿们。能力和复兴就是从有一群人在一起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开始。好不好弟兄姐妹们，我这时候请你一起起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当初
使徒们在一起同心合一祷告的时候，神怎么样在他们中间成就大事，圣灵怎么样在他们中间工作，教会怎么样在他们中间复兴，神的能力怎么样在他们中间彰显。我们要跟主说，主啊，今天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在主的面前同心合一的横切来祷告，也求主你当初怎么样坐在耶路撒冷你的百姓的身上，今天也一样成就在我们身上，因为你是过去做事，现在做事，将来做事，永远不改变的上帝，你是不偏败人的上帝。我们等候主，不住寻求你面，昼夜的祷告为这世代呼求，侧耳来垂听谦卑悔改声音，愿救赎可以治临到这地，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里，生灵如风的吹进被刻骨干的心灵，我们灵魂再次的苏醒，
战，我们渴望看到复兴临到这个世代。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同心合意的祷告，就像当年初代的教会的门徒们在一起同心合意恒切祷告一样。主啊，你怎么样把你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求你今天一样把圣灵降在我们当中。主啊，你怎么样使用他们，你今天一样使用我们。你怎么样复兴那个世代，你也一样复兴我们这个世代。主啊，主啊，主啊，我们求你再做一次。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开口喊三声：主啊，主啊，主啊！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教会，为这个世代的复兴，我们开口来祷告。这段时间，我们开放给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开口，同心合意的、恒切的来呼求我们的主。Amen. 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渴望你的工作，渴望你的工作，渴望你在，以后永在的神。我邀请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有感动的，你就 unmute 你的麦克风，开口带我们来祷告，为你自己，为我们的教会，为这个世代的复兴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感谢你，主啊，你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此，主耶稣，我们今天来到你这里，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同心合一，也求主来医治我们。感谢耶和华拉法的神，哈利路亚，赞美你。Amen.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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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哦，当我们恳切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寻见你，你就必应允我们。赞美耶稣，主啊，哦，求你真的是赦免我们的罪，哦，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哦，帮助我们真的是真心的回转到你的面前，回转到阿爸父的面前，哦，要来降下甘霖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真的是看见。哦，我们自己要被你复兴，我们的家庭要被你复兴，我们的教会要被你复兴，我们的国家要被你复兴。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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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复活的神。哦，你要降下圣灵来在我们当中，你要在第一期做大事。是的，是的，奇妙的是，你的作为是大灾奇灾的神。Amen。赞美你，你的道途是异灾成灾。让我们全心的来祷告，让我们全心的来相信你。阿门。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啊，你圣灵的风把我们吹在一起，主啊，我们要学初代的使徒信徒们一起来。同心合一恒切的祷告，是主啊，在这世代黑暗的当中，主我们有什么？主啊，我们有。是全地万物创造全地的神主，我们心中就没有惧怕，主我们没有惧怕，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要用祷告，要用祷告紧紧的来与你连接。是，也要用祷告，主，我们要来向你呼求，要向你来称谢，因为主你是配得赞美的神。我们要来围绕在你的面前，主啊，用颂赞来传递主我们对你的爱，慈爱的父神，你也来指引我们当行的路。主啊，在这黑暗的世代里面。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来发声，来告诉我们，向左或向右，主不论情况如何，你都与我们同在。要在这里恳切的哦，来迫切的来向你呼求，来向你呼求，带领我们 DEC 全体的弟兄姐妹们，主，我们要在祷告里面合一。主，我们要在祷告里面看到你奇妙的作为，你是开路的神。主啊，你是 DEC 开路，主耶稣，我们就顺从你，
赞美你。阿们阿们阿们。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里。As a church, we come before you and we say, Father, you listen to our prayers. 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每个人的呼求。主啊，即便我们现在是线上， but it doesn't stop us to pray to you, to fire up within us to pray to you. Because we know, 父啊，当我们向你呼求，你就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当你呼求，我需要你，我需要你，就愿意。主啊，谢谢你。Listen to our prayer as a church, but we need you. 我们需要你。Amen. 主啊，Zoom 上面有人在祷告。荣耀
亚，谢谢主耶稣。阿门。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对你说，主啊，我们需要你，主啊，真的，美国需要你，我们教会需要你，我们每个人的家庭，我们自己需要你，主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得罪了你，以至于主啊，今天美国的这个光景，但是主，我们真的知道你借着这个光景，就是要我们兴起，主啊，仍然在这地上，主啊，来敬拜你，来赞美你，能够将你的福音传出去，主啊，就求你自己坚固我们每一个人，是主啊，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主啊，仍然主啊，能够看到。主啊，你自己的光亮，仍然能够植入。主啊，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不软弱，不退却。主啊，就是专心的跟随你。阿门。阿门。主啊。何等荣耀的一位主，今天晚上愿意自己用自己的柔美深深的来吸引你的儿女，我叫你的儿女在你自己的殿中的时候，主耶稣，我们的心真是在你里面得到那样子的平静安息。阿门。主，你向人要的是什么？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到你的面前。主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虽然称为你自己的儿女，但是主，你知道我们里面的败坏，你知道孩子里面的不足，你知道孩子里面的软弱。但是主，今天你要做恢复的工作，你要在我的里面做那个医治的工作，以至于你孩子呢，在你自己的爱里头，完全被你建造得痊愈，成为一个真正能够跟随主、像主耶稣的人。哦，主啊，求你继续在我的身上做那样子的善工，以至于孩子能够在你自己的手中成为一个合你用的器皿，成为能够被你祝福，也能够祝福别人的管道。哦，主啊，今天晚上你在我们的中间，你自由大步的来行走，无论是在线上，不论是在实体里头，主耶稣，你的灵是没有限量的，就愿意真的自由的在我们中间。当我们愿意来亲近你的时候，父啊，你就在我们的里面，真的是彰显给我们，以至于我们真的是说，父，你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抱起来，抱起来，阿门。是的，主耶稣，你在我们的中间，你要成就那个大事，你要让我们真的是在所有的弟兄姐妹，今天晚上开始，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都是一个被更新的生命，阿门。生命是有能有力的生命。主耶稣，如果你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只是要得胜，我们还要得胜有余。阿门。我们自己祝福我们今天晚上开始，是的，是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的，不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而是属于耶稣基督你的。我们是知道你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头顶也不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任何有权有份，因为我们的生命都是主耶稣你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今天晚上当我们聚集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恩主，你就用你的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以至于我们的心真的是被恩感，好像我们与你深渊与深渊来相应，让我们的心真的是渴慕羡慕你自己，羡慕你的善功，羡慕你的神国，以至于神国就在我们的心里。阿门。耶稣，我们赞美你，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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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
因为你呼召这一群弟兄姐妹，主啊，来到动力福音教会，主啊，让我们能够不断的经历圣灵充满所带出来的动力，主啊，让我们会紧紧的来跟随你。谢谢主，你今天晚上吸引这一群弟兄姐妹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同心的来祷告。亲爱的圣灵，求你就教导我们怎样的在你面前，主啊，用心灵诚实来向你呼求。主啊，求你垂听我们今天在这里的祷告。主啊，你在无论是在现场，无论是在家里，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圣灵就在我们中间。主啊，你既然要呼召我们，主啊，出来，是你就求主给我们清洁的心、正直的灵，让我们天天被圣灵充满，而被圣灵充满所带出来的恩膏能力，来成为耶稣基督真实的见证人，能够宣扬福音，令人归主。主啊，让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复活荣耀基督的能力，生命就彰显在我们身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的祷告会，感谢主，求主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祷告。Amen. Amen. 好吧，我这个时候要请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你在家里的时候，你特别为你自己的复兴，你自己在主面前那个灵命的那个复兴来祷告。因为这个时代的复兴是从我们的复兴开始的。我们复兴了，我们的家庭才能够复兴，我们的家庭复兴了，我们的教会才能复兴，教会复兴了，这个时代就能复兴。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你在你自己家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你自己来到主的面前，先省察你自己过去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来省察我们自己这段时间在主面前的光景。我们跟主说，主啊，我愿意在你的手中被你来复兴，被你来挑战，被你来更新，被你来突破，让我成为一个用祷告来服侍我的家庭，用祷告来改变，来影响这个世代的一个人，就像初代的教会的那些使徒一样。好吧，我们接下来一点时间，我们每个人自己来到主的面前，为你自己，为你的家庭来祷告，来求复兴，好吗？一天比一天的更成长，主啊，真的让我不看，不看你，愿你自己圣灵的灵，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这个时候要为我们家里每一位做属灵领袖的，主啊，我们做丈夫的，我们做父亲的，我们做母亲的，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爱主的心一天一天的增长，让我们在你面前一天天跟你建立起更真实的关系，主啊，以至于我们可以带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走一条合你心意的一条道路。主啊，我们中间有单身的，主啊，你也是恩待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真的，虽然我们一个单身一个人，虽然我们在这里很自由，但是让我们不贪图那个世界给我们的自由，让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谨守警醒我们自己的心。主啊，让我们愿意引导我们的心，看顾我们的心，是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以至于我们可以引导我们自己一生走在一条蒙福的道路上面。主啊，你恩待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恩待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家庭，让我们因为爱你，因为敬畏你，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家庭
都可以在主的面前蒙福，可以在主的面前被主来使用，成为这个世代许许多多人的祝福。我们可以影响这个世代，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让我们可以如同明灯照亮。主啊，你恩待我们，你使用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祝福我们的每一个家庭。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等候主，不住寻求你面，昼夜的祷告，为这世代呼求，侧耳来垂听，谦卑悔改声音，愿救赎和医治领导这一。合神心意的道路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我们虽然今天的现在的选情让我们许多人的心起起伏伏，但是我们的眼睛就是要定睛在主的身上，因为我们相信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掌权，天上地下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耶和华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要把权柄赐给谁就赐给谁。我们一起喊三声，主啊主啊主啊，就为美国的大选来祷告，来，主啊，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来向你呼喊，耶和华已经做王了， Amen。 主啊，因为王在耶和华的手中像垄沟的水， yes, yes。 主啊，王的心
是向耶和华手中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是按着耶和华的心意来流转。主啊，你兴起谁，你要赐权柄给谁，主啊，全在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王，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主啊，我们再次把美国的大选交在你的面前，虽然看起来有很多的很多不义的事情，但是主，我们相信，主啊，你是公义的主，你是信实的主，你更是掌管美国和全世界宇宙万物的主宰。主啊，我们顺从你的带领，主啊，这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主，我们顺服你所做的一切。主啊，我们再次把美国交在你的手中。愿这美国的百姓能够借着这一次的选举，主啊，让我们的心回转归向你。主啊，谁做总统可能很重要，但是主，美国人、美国公民的心回转向你，主啊是更重要的，主啊是你更喜悦的，主啊是更讨你喜悦的。主啊，我们为着美国的回转来向你呼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更是把大选交在手中，我们顺服你一切的决定。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Amen。谢谢你，天父，谢谢你，不停地叩门，不停地寻求，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继续的祷告，神的灵要在我们的心中来工作。连媒体都说，美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分裂过，是这么样的明显，好像一半一半为着选美国总统。但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新的视野，我们要说这是我们的时代。Amen。 就是因为人心不安，更需要福音。我们要说这是我们的时代，但是我们必须要祷告。就像耶稣升天的时刻，门徒们不知道方向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们要去耶路撒冷等候，他们在那里等候了十天，
他们在那里祷告，他们都祷告，而且他们是同心合意的祷告，他们也恒切的祷告。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要向神说，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异象。主啊，这异象并不是新的，这异象是你来到世上的时候就已经给了我们，要叫我们为这个世代来守望，要我们为这个世代来寻找那失丧的灵魂。谁做总统，或许会带来经济上或者是在安全上有不同程度，然而更重要的，我们在末后的日子，我们要谨慎自守，而且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我们要警醒的祷告，我们要恒切的祷告。就在这个时候，愿神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再一次看见天上的阿爸父已经回转向地上的儿女。我们今天愿意向阿爸父说，我们地上的儿女也要回转向你。谢谢主，谢谢主给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来向你倾诉我们内心我们迫切的需要。愿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讲到祷告，应该是一个非常温馨的时刻才对，对吧？因为我们祷告是不是跟天上的阿爸父讲话呢？呀，主耶稣也说，不要禁止让孩子到神的面前。主耶稣为他们祝福，我们今天也回转像小孩子一样，好吗？呀，让我们很温馨的到阿爸父面前来祷告。后面还有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但愿阿爸父能够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一位慈爱的阿爸父，他是怎么样的看着我们，怎么样的听着我们。Yeah, 我们刚刚开始一个新的教会，每一个开始教会的牧者都会想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情景，但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情景其实在旧约就已经有人指给我们看，只是我们没有看到。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33篇一到三节好吗？我们可以温柔的自己来读哈，没有人听见你，你要怎么样温柔就怎么样的温柔来读这一段好吗？ yeah, 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很多人喜欢看异象，但是我告诉你，今天你也可以看到异象。你有看到弟兄和睦同居的美和善吗？你有看见上帝的膏油抹在亚伦的头上吗？谁是今天的亚伦呢？在旧约的时候，亚伦是第一个被高立成为大祭司的，然而他是因为是有限的人，所以他只能够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可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做永远的大祭司。在希伯来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谁是那永远的大祭司呢？谁是那个真正的亚伦代替亚伦的职位呢？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说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位大祭司，他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要想到那个图画多么的美，上帝用膏膏他，所以他能够说，他说因为神的灵神的膏在他的身上，他可以宣告禧年的来到。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活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你我就是活在禧年里面，不需要等到那个时刻，就在今天。禧年的时候就是被掳的
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祷告，今天剩下来的几分钟我们要好好的来祷告。看见异象，什么叫做异象？我们来看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什么是异象？异象就是神为我们设定了一个愿景，让我们可以看见并且要奔向的一个美好的未来。上帝给我们白白的恩典，上帝也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未来。恩典是不需要付代价的，但是给我们的未来，我们至少要怎么样？要朝着那个方向来奔跑。教会最美的一个景象你看见吗？最美的景象就是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又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要得到这个意象，我们要看见我们的家庭和睦同居，要看见我们在职场里面跟我们的同事、跟我们的老板或者跟我们的职员能够和睦同居。我们也要看见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小家当中，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和睦同居。你看见这个影像吗？呀、我看见这个影像，就是神的膏抹要从耶稣基督身上流到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流到我们教会的牧者身上，然后要流到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身上，要流到我们的家庭，流到我们的职场，流到我们所服侍的所有的角落。这个景象美不美？这个景象真的是太美了。我们再来看，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教会是这样子的情况，那怎么样能够得着呢？那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二章46-47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和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个家也不错哈，天天都进到我们的家里面给我们，太美了，太美了。我想做个见证，大卫哥非常喜欢参加弟兄姐妹的聚会。为什么？因为我在聚会当中就可以看见弟兄和睦同居的喜乐，我在聚会当中就会看见他们是同心合一的在传扬福音，我在他们当中我就看见有许许多多人，而且真的是几乎是天天的加给他们。今天可能在你的小家，明天可能在别人的小家，后天又是第三个小家。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活出这样美好的景象，就是弟兄和睦同居，这个美善就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个层面出现。有很多的家庭夫妻不和，有很多的家庭儿女管教不来，可是当他们接受了福音的时候，这一切都改变。所以说家和万事兴，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与人之间和好，我们这一生就是复兴的来到。 Amen、yeah.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要引导大家借着这两段圣经我们来祷告。你想要得到这样的一个美善的人生吗？你必须来，我们看下面一个 slide。 我们必须要把尊荣归给神给我们的属灵
属灵遮盖。当我们愿意把这个尊荣给神赐给我们的属灵遮盖的时候，上帝的高抹就会从他的身上流到我们的身上。我不是说大祭司是耶稣基督吗？那么所有的牧者呢？所有的牧者就如同耶稣基督头上的膏油流到胡须，流到衣襟，是一点一滴的往下流。如果我们今天不尊荣我们的属灵遮盖，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上帝借着他所留下来的膏抹。所以我们真的要尊荣神给你的属灵遮盖。我这段时间我想请你来为你的属灵遮盖来祷告，是你的小家长，是常常关心你的实习区长，是你的区长、你的区牧，是光信牧师，是陈同师母，好不好？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呀。我们要相信神赐和睦相爱，这是他的心意。我们若按照他的心意来祷告，他就一定会为我们成求。来，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我们说三声主啊主啊，我们就开口来祷告。主啊主啊主啊，我们求你真的是来高抹，你的高抹要流到光信牧师、陈同师母的身上。主啊，你的高抹要流到我们的区牧、我们的区长的身上。主啊，你的高抹要流到我们的小家长跟我们的核心同工身上，让他们带着耶稣基督的祝福，在教会的每一个层面，在教会的每一个角落，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要将尊荣给他们，乃是因为你先把尊荣给了他们。主啊，当我们愿意尊荣他们的时候，代表着我们愿意顺服他们。当我们愿意把尊荣给他们的时候，代表我们愿意去爱他们。主，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为我们所设立的每一个属灵遮盖。主啊，照顾他们的生活，赐给他们健康，是让他们的心灵满足，是因为服侍神而有的那个满足。谢谢主耶稣。当我们这样子来尊荣神给我们的属灵遮盖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期待能够得着他一样的恩膏，就像以利沙渴望得到以利亚的恩膏。为什么？因为他的世代比以利亚的世代更邪恶，他需要加倍的恩膏在他身上。你若相信这是神要赐给你的意象，神要带领我们进入到那个真实彼此相爱一个大家庭里面的话，你应该有这样的期待。你要期待得到领袖的恩膏，你要渴望神赐下生命成长的甘露。我们一起来祷告，这时候是为你自己来祷告。求主赐给你一颗期待的心，让你能够得着牧者的恩膏，得着治理的恩膏，以至于你能够回过头来去牧养你的家庭、你的孩子，能够回过头来去牧养你在职场上所接触到的同事跟朋友。我们喊三声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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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大声的来向你。主啊，让我得着你。因为你是那一位，当我得着你的时候，主啊，你要将那个膏抹要抹在我。主啊，你的话说，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其他的一切都要加给你。所有的祝福就要宣告，主啊，要你，主啊，要你，主啊。
主啊，我们怎么样能够有属天的主啊，我们怎么样有那么一个属天的影响力，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圣灵的大使命中，主啊，我们赞美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耶稣赞美我们，主啊，赐给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有这样的恩膏，主啊，没有恩膏下面再来看，当我们看见这样美好的景象的时候，上帝要带领我们进入的一个美善的环境，你一定要懂得尊荣神给你的职分。你可以挥挥手，如果你是在家中做父母的可以挥挥手、yeah. 如果你在家中是做丈夫的可以挥挥手，是做妻子的可以挥挥手，你们都需要神的恩膏，对不对？做父母的没有神的恩膏，我们怎么样能够跟这一个世代的教育来拔河，来祝福我们的儿女？你需要恩膏，所以等一下你要大声的来求好吗？真的需要这个恩膏，愿神赐福你，让你有这样的恩膏，你可以带领你的儿女归向上帝。做丈夫需要这个恩膏，因为我们要爱妻子如同耶稣爱妻子爱教会一样，我们做不到，但是当有神的恩膏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到。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恐怕十个有九个是做不到，那另外一个是假装做到，你也需要神的恩膏呀，我们都需要神的恩膏，以至于我们在家庭里面能够活出弟兄姐妹和睦相爱同居的生活呀。所以呢，真的是求主让我们尊荣我们神给我们的职分。做父母不容易，但是是尊荣的。做丈夫的不容易，是尊荣的；做妻子的不容易，是尊荣的。你们都需要神的恩膏呀！ Yeah, 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主啊，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我想请有感动的人可以带领我们来祷告。虽然今天晚上祷告会的时间几乎接近尾声了，但是我们实在是很舍不得，我们愿意把最后这个十分钟开放给线上线上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好不好？请你们抓住这最后的十分钟，看你们的祷告，请你们抓住最后的在我们今天晚上神圣灵这么多的同在的里面，我们把最后的十分钟留给线上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祷告，你这个时候开口来祷告。好，请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打开你们的麦克风，这段时间是开放给你们来祷告的。阿爸父，我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就是那爱的源头，将那爱厚厚的浇灌在我每一个做父母的身上，能够领受阿爸父你给我们的爱，以那样无条件的爱能够来爱我们的家人。主，你把那样子无条件的爱放在做丈夫的身上，他也可以用无条件的爱来爱他的妻子。是，父，也谢谢你更将那样子
无条件的爱放在每一个做妻子的身上，以致他们能够尊荣爱他们的丈夫。主耶稣，谢谢你将这样子尊荣放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以致我们也可以来尊荣我们的长者，尊荣属灵遮盖，因为你就是配得我们给我们这样子尊荣的职分。阿们，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今天你将这样的爱可以这样流露在我们的牧者身上，一直这样子的爱也可以流露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因着这样子的爱，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爱来回应主你自己。谢谢主耶稣。 Amen Amen。 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向你献上感恩。主啊，那叩门的你就给他们开门。主啊，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要说，主啊，求你开我们的心门，求你坚立我们。主啊，虽然黑暗遮蔽大地，但是你是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神。Amen, 你是那位拣选我们、Amen. 称我们为你圣洁国度的神。我们就求你更新的作为，求你圣灵的大能进到我们 DC 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中，进到我们的家庭里，进到我们的儿女当中。主啊，你来做那转换的工作，让我们在你圣灵的同在当中，每一个职分，每一个呼召，都是在你自己美好的愿景旨意当中。每一个生命都能够以谦卑束腰，能够全然的顺服你自己恩典的带领。真的是儿女要彼此相爱，夫妻要彼此同心。主啊，我们真的是在服事的当中要看到你自己爱的共同体的彰显，以至于动力福音教会真的是能够震动天地。阿们，阿们，阿们，就是仰望你，求你开我们的心门，求你把家庭当中一切的蒙蔽，一切的昏睡，一切的看不见主的全能的抹除，让我们将心打开，让我们每一个家庭将心打开，就是回转归向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阿门，阿门。如果你心中要为哪一位特别的家人或者是朋友 祷告的，你也可以借着这个时间来开口祷告，让我们跟你一起同心说阿们，以致你的祷告能够蒙垂听。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主，我谢谢你，你教导我们说，我们要爱人如己。主啊，这乃是最大的诫命。主啊，我今天真是愿意，主啊，以这个小在 DEC 中以小家长的这个辈分，主啊，我要来爱我的小家中的每一位姊妹们。主啊，真的求你自己把主啊这个从你那来的爱，主啊能够放在我的里面。主啊，让我毫无条件的主啊去爱他们。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也求主耶稣你自己的真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个小家中。主啊，让我们小家中的每一位姐妹，主啊能够渴慕你自己的话语，主啊能够让他们也能够活起来，像那主啊你赐下的活水在他们的里面涌流一样，主啊能够活出你自己活水的江河来，主啊能够带领主啊更多的人来过来认识你。谢谢主耶稣，赞美你，也
垂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谢谢主，主啊，将那神圣不满足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这一个世代你圣洁的器皿，让你来使用，让我们爱上祷告，让我们常常在祷告当中与你面对面，让我们爱上祷告，因为知道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与主亲近，你就与我们亲近，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伟大奇妙神，宇宙创造主，在你眼里万国之乡，小水滴无人与你相比，伟大奇妙神，宇宙创造主，在你眼里万国之乡，小水滴无人与你相比，深深爱我，捧我在
两分钟的几分钟的时间，你可以到主的面前，到这位爱我们的永恒的主面前，把你生命中的重担，把你生活中的重担卸在他的脚前，为你个人的需要来祷告，为你的身体，为你的工作，为你的家庭，为你的人际关系，你心里所关心的事情，就一点时间来到主的面前，把你的重担卸在他的脚前，好不好？我们想象成主啊主啊，就把你自己你的需要告诉主，把你心中最关心的事告诉主，他能够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他能够担当我们一切的重担。当我们这个人在他的面前对的时候，好吧，我们讲三声主啊主啊来祷告，来，主啊主啊主啊。主啊，因为你应许我们说，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你这里来，你要使我们得安息。你应许我们说，我们当把我们的重担卸给你，因为你顾念我们。主啊，因为你顾念我们，你告诉我们说，父亲怎么样连续儿女，耶和华也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主啊，我这个时候来到主的面前，把我们中间身体软弱的，把我们交在主的手中。你是耶和华拉法的上帝，求主你释放你的医治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让他们的身体因着主的医治重新刚强起来，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我也为我们中间有财务上有需要的，工作上有需要的，求主你敞开天上的窗户来祝福他们。主啊，让他们在工作上经历主格外的 favor 在他们的身上。主啊，我也为我们中间家庭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你是使我们和使人和睦的神。主啊，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来修复我们与你的关系，修复我们与人的关系。求主你把这样一个人际关系的一个恢复的一个恩典降临在我们每一个家庭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让我们无论在职场，无论我们在家庭，我们都可以享受你为我们所设立的所有的人际关系。谢谢主耶稣。主啊，你恩待我们，你恩待我们。主啊，你悦纳每一个心灵诚实在你面前所献上的祷告，你不听华丽的祷告，你听心灵诚实的祷告。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你让我们今天晚上这群人可以有机会在这里同心合意的横切向你祷告。主啊，我知道我们心灵诚实的祷告你听，你也成就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Amen。 我也更知道说，主啊，这是一个开始，这是我们第一期的第一次全教会的祷告会。我知道你要成就大事，你要施行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当我们下次回来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来述说你在我们中间奇妙的作为，见证你是听祷告的上帝。 Amen。 你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Amen。谢谢主耶稣，你恩待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Amen。 阿们。我结束的时候，我要请陈牧师
特别来为我们做祝福的祷告好吗？来为我们做祝福好吗？亲爱的主，我相信你今天听见我们在这里用心灵诚实所献上的敬拜赞美，所发出的祷告，是的，愿你在天上垂听成就，是，愿主的灵新鲜活泼的恩膏天天都充满在我们里面，是，让我们都天天被圣灵充满，阿们，靠圣灵行事，是，与圣灵同行，是，让我们真正的每天经历从圣灵充满所带出来的动力，让我们的家庭、婚姻、工作都经历与主同行、与圣灵同行的喜乐、阿们和能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很高兴跟大家今天晚上在这里，怎么样？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晚上有没有都开口祷告，有，有没有？有，我们都同心合意恒切祷告。不仅是每个月一次要来，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我们自己藏在主的爱里面，仰望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阿们。阿们。愿神祝福大家，可以打开你的摄像头，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说，很高兴今天晚上可以跟你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这就是我们的马可楼，这就是我们的马可楼。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在一起，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我看到小平从 Arizona 跟我们一起在一起祷告，是不是？我看到小平从 Arizona 跟我们一起在一起祷告。哇，小平好，小平在 Arizona 蛮好。不行，小平不跑到 Arizona。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阿门，阿门，阿门。好，大家晚安。晚安。拜拜。愿神祝福大家有一个恩典满满的喜乐的一个周末。耶，晚安，晚安，晚安 Solomon。 Hi Solomon。 Solomon Ariel, so happy you can join us in prayer. Hi Solomon. Hello Renee. 这是 Renee。 Ariel 晚安。瑞内，很高兴可以跟你一起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Cómo estás？ 九华姐，哎，黄医生，黄医德军医生，很高兴可以跟你一起同心合意恒切祷告。Stephanie， 九华姐，还有谁？这是谁？很高兴可以和你今晚一起同心合意恒切祷告。大家晚安，嘎比耶！大家晚安，晚安，祝大家晚安。哎 ，Good night， Susan， 我看到 Susan。可以Buenas noches。我看到 Elaine。我们扬声欢呼来庆贺，新的季节已来到，新的恩膏，新的方向，领我们向前。再次举目仰望主耶稣，平行新的
己会心的道路，进入应许之地。神那扩张我掌目之地，将大我气说男子，宽敞我的身子，坚固我的鞋子，心里伸出我的恩典。神那扩张我掌目之地，将大我气说男子，宽敞我的身子，坚固我的鞋子，向左向右开展，迎向这时代。我要求你在祷告上扩张我们，扩张我们跟着每一个人，扩张第一期的祷告的账目。我要祷告，说下一次我们在有众的祷告的时候，众上的弟兄姐妹要踊跃的开口来祷告，我们都要开口，都要开口，同心合意的和我们祷告。主啊，主啊，你恩待我们。我们扬声欢呼来庆贺，新的季节已来到。Church， 新的恩膏，新的方向，领我们向前。再次举目仰望主耶稣，凭信心勇敢跟随。新的机会，新的道路，进入应许之地。神啊，扩张我掌目之地。穿我的身子，牵住我的戒指，尽力伸出破的恩典。神啊，扩张我掌目之地，当高我去做男子，把穿我的身子，牵住我的戒指，当作向右开展，一向就是爱。神啊，扩张我掌目之地，当高去做男子，穿上我的身子，坚固我的决心，心里伸出我的恩典。神啊，扩张我掌目之地，将大我去做男子，穿上我的身子，坚固我的决心，向左向右开展，尽享这时代。穿上我的身子，坚固我的决心，向左向右。一起宣告，放长我的身子，坚固我的决心，向左向右开展，迎向这时代。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要赞美你 ，For you worthy of our praises。耶稣，我们要说，我们一次一次的祷告会要越来越不一样。耶稣，我们要说，我们要你的圣灵要大大的来充满我们，抓每次我们开口。向右开展，迎向这世界。